钟馗参见玉帝。灵山，谢玉帝。朕今日单传你来，是有一件棘手之事要派你去办。因事情涉及王母的颜面，所以你一定要机密行事，谨慎处理。钟馗定当守口如瓶，全力以赴。是这样的，吕洞宾与牡丹仙子的情孽，冥冥之中早有安排，但王母一时慈悲，罔顾天条，协助吕洞宾私自下凡了断情缘，甚至还私授方法阻碍天庭追查，让朕好生为难。臣明白。既然你能体会朕的难处，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。臣一定不负玉帝所托，在惊动天庭之前将吕洞宾尽快找回。只不过臣还有一难处，臣与吕洞宾素未谋面，恳请玉帝略加提示。吕洞宾收起法力，已与凡人无异，暂时无法追踪到他的行踪。但朕知道，牡丹仙子今生会以公孙敬之名浪迹江湖，朕相信，以你的智慧，一定可以完成朕的使命。哦，臣遵旨。大哥，你今天兴致不高啊，这次去天庭。玉帝是不是又给你派了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？一个秘密任务，玉帝要我找吕洞宾，但最可笑的是只给了我一个线索。什么线索啊？他说吕洞宾会去找一个叫公孙敬的女人。哎，那找到公孙敬不就抓到吕洞宾了吗？三弟，你可知道天底下有多少个叫公孙敬的女人呢？哦，那还真是大海捞针呢。哎，